台湾大明星特别企划，今天是爱不爱丽丝小学堂，打起来！大家好，我叫谢义宏，然后我在谢义宏，我在爱丽丝里面饰演的是昌浩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宇飞，我在爱不爱丽丝里面饰演的是罗丽娜和兔子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凯浩，我在爱不爱丽丝里面演的是杜杜。题目都跟爱不爱丽丝相关，你们三个要抢答，然后抢答的时候要喊出你们三个字的口号，等一下会请你们上。好，题目总共有八题，答对一题就获得一分。最输的人会得到一个最恐怖的惩罚，就是你们宣传的时候要被打马赛克。哇！哪一个人？我是建议就是现在就可以把义宏脸上直接打马赛克。我们可以先分出胜负再说。先请大家想一下三个字的口号。渡渡鸟。好，渡渡鸟。宇飞呢？那我感觉就宣传系的角度，我好像也就知道要叫罗丽娜。我以为你们会取一些很近类的。我原本是想要叫臭豆腐。好，那你叫臭豆腐。好。好有创意啊！好想吃臭豆腐。那你改一下哈。那叫什么？雅咩蝶。好。合理合理。哎，不是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宣传爱不爱丽丝啊。跟雅咩蝶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因为里面有讲到一些日语，就大家可能学念。有吗？好啦，就是可以了，给他雅咩蝶。这样我们要宣传。雅咩蝶还有臭豆腐。好，我就爱丽丝啊，好不好？就是还是要好爱丽丝，你好无聊，好不好？最有趣的人扛最无聊的事，好不好？水浪测验。因为他号称自己是最有趣的。对啊，哎，他不是在你们里面是一个。开心果担当吗？对，结果现在你看，那个口号现在讲不出来三个字，就是惊悚啊，或者之类的。我的。当我们没看过这段小学堂唱歌喽。第一题，下列何者是谢义宏在剧中抱着的玩偶 ？A. 天竺鼠 ，B. 仓鼠 ，C. 小老鼠。请抢答！杨先生，要喊臭豆腐。他们太快了，痛！三二一，杨先生，宇飞，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自己抱着的，我都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老鼠。B， B 是什么？来，请给镜头一个确定的答案。B 的什么？的仓鼠。等下，老师别等一下。怎么剪接？你告诉我，宇飞。正确的答案是 B 仓鼠。好，答对。Yeah! 第二题哦，第二题。爱不爱丽丝的首播时间是 A 每周三十点 ，B 每周三九点半 ，C 每周四十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宇飞，好，宇飞回答。B 九点半。答对了。宣传一下，我离马赛克越来越远。每周三的晚上九点半，请一定要锁定《爱不爱丽丝》。没有错。好，第三题喽。哇，我觉得这题有点难。刚刚有点女，现在有点难。等一下，谢谢。老师欢迎大家进来。我没有要。选出主题曲《爱在发酵》的正确歌词。心情雀跃的像是在 A 领薪水。B 吃东西 ，C 玩游戏。你们可以思考，心情雀跃的像是在啊 ，A 领薪水 ，B 吃东西 ，C 玩游戏。好，请抢答。爱丽丝，对，好，义宏。答案是 B 吃东西。答错，打他。真假？所以是领薪水吗？抢答。雅咩蝶，我知道谁厉害。心情雀跃像玩游 C 玩游戏，答对。哦，哎，运气好了，唱一下。我不知道怎么唱。下一题哦，剧中丽丝拿的道具是什么 ？A 显微镜 ，B 放大镜 ，C 墨镜。请抢答。怎么可能？答案是 B 放大镜。答对！给你讲，徐凯要打码打定了啦！没事哦，你现在跟我平手，我一样，我一样。
对号，对号。都玩四题了，哥哥。杜杜被称为现充帅哥，请问现充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题是开放回答，我不给选项。不然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看本人能不能答出来。如果他答不出来，我们两个都 各加一分。没有，这分这好，就这样来，你讲。已经定了，如果现在凯浩答不出来的话，宇飞跟宇宏加一分。反正就是类似完美的意思。答错？怎么可能？不是吗？耶！我跟宇飞各一分了。现充不是这意思吗？答错，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咯。答案是现实生活很充实。因为我不懂这句话要一定要这样说着讲字，就跟台北车大家叫北车一样，电影公园大家叫电工，就像忠孝动画有吗？中部一样。对，然后善导是叫善事，三立电视台，三立。飞的脸，飞的脸，他今天脑容量已经快不行了。第二题跟宇飞有关，文宇飞的角色名字笔画有几画？我会给选项，可以选项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算，你直接给选项，我猜。三五 B 四十 C 四五，请抢答。爱丽丝。答案是 C 四五，错，答错，亚美蝶，好 ，A 三五，答错，我得分了吗？你要回答出来就得分。哎，他刚说几？请锁定你的答案。A， 答错，请抢答。亚美蝶，亚美蝶最快，对。B 四十，答对。刚是 A 三五 B 四十，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三个都同分。现在三个都没有，你最高，你最高。这一题是图片题，哦，要看图片。对，我们看图片，图片只能看五秒，然后我会问一个问题。好，好，先请看图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问图中的星星有几颗？星星，A 九颗 ，B 十一颗 ，C 十三颗，请抢答。有没有 ？A 九颗，答错。爱丽丝 ，C 十三颗，答错。哎、啊，臭豆腐，B 几颗？九颗，答错。大家都没在听节目。三个选项，三个人都给答错。B 十一颗，答对。你就捡这种吗？你就捡这种。我打，我赢了，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们要先看一个影片，就是影片题。张浩杰。哦，原来是爱情帮我跳鞋。请问张浩杰说出哪个英文单字 ？A. Free。B. Surprise。C super， 请讲。宇飞 ，B surprise， 答对。小美姐的分数是三分，然后臭豆腐分数四分，爱丽丝分数两分，恭喜爱丽丝要被打马赛克。耶！我的角色是嘟嘟鸟，然后在里面演的就是100分的白马王子，然后就是一个暖男，然后。会照顾丽丝跟丽娜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看《爱不爱丽丝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宇飞，然后我在《爱不爱丽丝》里面饰演的两个角色，一个是罗丽娜，然后一个是白兔先生。然后罗丽娜就是一个，嘴巴说不要，但身体很诚实的、很别扭的一个少女。然后兔子先生是一个比较奇幻的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宏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昌浩杰。昌浩杰这个角色呢，他可以说是每个人身边。最重要的一个伙伴，因为他可以帮你凑对啊，然后给你欢笑，然后呢，在大家吵架的时候又可以出来劝架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又贴心的一位朋友。《爱不爱丽丝》这部剧有我们三个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收看。我觉得《爱不爱丽丝》非常奇妙的是把这几个演员都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然后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。我相信，因为我们是以网剧的规格来做的。它可以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，更多可以出格的地方，更多我们玩的地方。
更多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即兴有趣的地方。我相信大家看了爱丽丝爱不爱丽丝就会知道，哇，跟我有别于看传统电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。每周三晚上9:30准时收看爱不爱丽丝，等你哦。